可能我都知道封曬嗰啲位啦，我仲有一方就 block 住嘅，唯一方法嘅，一人本來應該正常人咁樣打，第一個方法啦。第二個方法，一人扣佢落嚟打佢。第三個動作，冇辦法，走就落。啊，三下睇你嘅手嘅手。如果佢封咗我，封過個位，封得冇咁靚嘅，係啦，呢啲位咁我根本就立住呢個位就打佢。但如果你講就啊，佢封過個位係啦。我都理到嘅，咁打。但係呢個時候，佢真係封曬我啦，係啦，就落質。鬆嘅時候就打埋。